没有再多等他一秒。哪有，我早就按了。好，现在就开始计秒了。我的嘞，红灯闪。啊，好，好，好了，那就一直滑下去了。哇，压好的雪。我卡住了，我往下掉，我转不过去。我转不过去啊！不是回头，你要用爬楼梯式的往上，往下走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！哎呀！哎呦喂呀！我会跑进。左上，转头朝左上爬楼梯。什么？二组上，对，这样。哎呀！对。哎呀！我脚要踩远一点。啊，过来了。哎呀！不是，它地好斜啊。忘了它最基本的爬楼梯吗？不是，我。倒退，我刚就是要爬，然后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你也是讲话，我不见得听得懂。不是，会，啊，一直讲，不是这地好斜哦。它往内陷。我只是站着等你，然后就掉下去。没有非常清晰，
腿外侧会酸呢、欸，现在才发现。嗯、我要刮痧，我要回去刮。这堆又是尾树林，小树树。哪有？而且在县内啊。嗯。前面一点就是啊。很深吧？啊？很深吧？还好吧。鱼好多哦，我要拍一张。直接对着树拍。又宽又大。嗯、好了。嗯？嗯？鱼很大哎。怎样？大不是说今天就不叫。但是还好，今天是。是拍得掉的，再拍一张给姐看。哎、欸，你侧降一点点。嘿，怎样？他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怀疑你的镜头。嘿，会有水。哦，好。没有，我的嘞，没有。有一点。那我有模拟的，也是有一点。很小。很小。啊，那样应该会回来的。不是啊，很好拍掉，不会湿，不错。羽绒也好，主要是会湿掉的，很烦。人都全身湿的，你是湿意。不坐广东啦，因为这一趟滑过啦。啊，去上面看看啊！你说现在就要去山顶？你不要，还是太雾看不到。好，去去去。然后现在开始，现在广东啊会不会人还比较少？对啊，先去再说。对啊。
全山的便宜票，但是是4800还是5800？
很便宜啊，它有八千多。但是买安娜普里只要三千六。好神奇哦！这个设计的意思是说，它的这个两人缆车速度可以快一些些，嗯，但是载到的人比较不会被觉得会被撞到，嗯，因为它相对速度把它削掉一半了，嗯，有趣耶。可惜我们连自己的山顶都看不清楚了，还说要看别人。照早上看呢，啊，太阳跟羊蹄山的夹角大概是这样。右边是太阳，左边是羊蹄山，那，啊，就看不到。看得到太阳就了不起了。预报，我猜吃午饭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。会吗？啊，那就是别人的车。对啊，别人的，而且是一根的哦，单人缆车哦。嗯。对。可以偷偷的过去一点，要赶快回来这样。在这个红线以上吧，那个就是回去的方法，就是看今天滑的感觉的是怎样。明天，嗯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也许要换卡，也许要充电啊。因为你觉得没弄卡哈，哦？不是哎，我就觉得他一直不收我充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我们也还没一小时啊，现在才有电。有电吗？有。但是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电。那下车要帮你看。下车再看。你不是可以用 app 看？是啊，但是我也不想看。就下车再看就好。那边大概到就是有一些些松而已，不用特别过去。这好像很硬耶。有一点，雪都被刮掉了。而且这是黑线，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人在这里做馒头，大家就是侧滑式滑法，还可以。左边好像是粉一点的吧，你也可以去粉一点的地方，就比较不硬。棒棒左边，这个棒棒跟下个棒棒的中间就可以。也许看你觉得滑这里安全还是滑那里安全。不知道，就滑滑看。那是他们的速度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厉害。嗯，来看镜头。我好像没有，你的有。可惜都看不到。一两个小时吧，今天时速很长，明天时速短，后天时速长。为什么明天短？明天要把行李上车。还好，就只是盖盖子而已。嗯，明天行李上车住第一天。明天行李上车住第一天，滑 Village。后天，然后再隔天就不滑了啦。对，所以后天就是决定到底要不要买全山。
但是买全山就是让你可以过来又过去，除非你真的很想说，是有必要过来又过去啊。对对对，我自己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，这就一天滑一个了啊。对啊，那花园那怎么办？黑拉夫跟花园是头一天，那我们到底要吃海眼啊？不会哈，有一天吃海眼城，一天吃海眼城，对，哦，所以会导致。所以我的评估就是不用买全山，能买到3000多的票，为什么要去买5000的票？那为了要5000划算，又在那边赶来赶去。这里好像还好。他试图用馒头划船。这更上面有人在走路。是要去山顶啊？不是哦。不过你确实这里还可以再往上走，走到山顶。那他救不救你？啊、就会说放不乱，但是你可以上去。放不乱，放不乱。他也不让你去右边，确实。上面就可以滑过去了。哦，确保也不会走。有人买全山券票怎么办？哦。那等一下要怎么办？滑一路滑到最下面吗？看你啊，我不知道。我没有什么计划。一路滑到最下面。1152，这边1152。啊，对对。我先带什么一根哈？预防性手段。快帮我看一下包括吧。等等，我看，就我也是，我有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有，也有一点点的，一点点。那走了，跟着棒棒滑回到缆车那边，然后这次走回到孔多拉那一个站，然后这次走缆车，孔多拉的左边，孔多拉的左边。觉得大家往右边冲的感觉，大家往右边冲。往右冲的人是从 village 来的。你要滑棒棒的右边吗？没差。这里滑起来蛮轻松的，你要再滑一次，还滑右边。好，随便。太快了，没有太快了，还好吗？再去动一次。谁在逼逼呀？
努力的跟在你后面，没有那么努力的，我没有跟的很轻松的，前面有个队友。虎斑猫会抱，虎斑猫会抱。冲力太比你大，结果跑到比你前面。嗯，那你现在站多久？哎，怎么又不冲了？嗯，真奇怪。沾很多血很好，表示它很冷。那它不是缺点哦。真的，但是刚刚的确是在中间啊。那现在又不冲啊？那你有开机吗？我开了。他在录啊。我们昨天的长度不至于录到吗？不过今天那么早开工，可能中午就要换一张床。不湿，裤子会湿吗？不要压它掉。意外的，这个还蛮滑的，蛮舒服的。就声音还是有点大。没有，这不是真正的，不是真正的硬。嗯，是我是说它有球，冰球。对对对，那倒是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他那个哔哔是在哔谁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我们。但是我们站在椅子下面就是。啊，不行吗？不知道，他要的话，应该弄个棒棒啊。我头好困。嗯。头好困。不知道。我只是想要。那天你在那边山羊站很久那个坡，我是有一个人后来在你旁边冲下，他也一副快要摔死，然后自己在大叫。对，而且他喃喃自语不知道念什么，是马自语还是什么什么，叭叭叭在念。他也快摔死了，后来他顶过去，顶过去就好了啊。但是他应该也吓死了，他应该也冲超快的。我的衣服跟他很像，其实他是正确的滑板，我在那边就偷偷看人家的滑板。你有看到我有努力合并我的脚吗？那你就先这样做，然后你在合并的瞬间呢，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的平衡，我的身体好像可以在这板子的前后平衡，我也可以左右平衡，就是都是可以动的。然后我身体朝山下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，我可以停下来那种感觉。或者是说滑下来的时候啊，可以感觉到说我可以稍微的左右转板，转上来一点的时候就比较侧啊，转下来一点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刹那种感觉。然后就是渐渐体会那种感觉，说，哎，转上一点点好像可以刹，那身体又在。往下一点点，好像刹得很好，可以左右稍微调一调那种感觉。哦，好多人在走、哦。用走的吗？那些都在走啊。往山顶啊。对，他们都在走。六个。对，不止吧？一堆人，你猜我们在路上。我说已经上去的是六个。他们如果有 beacon， 然后 gate 又有开的话，这样做是可以的。但是今天天气不好到我们连山顶都看不清楚，我不知道山顶的形状是什么。来，转过来，没有了。你的正上方有，你摸一下，不然它在可能会溶水。它不会溶，它在你的才会溶。我的那个身体是温度是不会让它溶的。你的易经上是水，我也没办法。不然要结冰。那结冰是好事哦，表示你的镜头就再也不会有东西溶了。所以刚刚滴滴是好多人跑过来，
所以那个是 village 的、啊、他滑过来之后没有，他不用切那边，他的他下来的路是这里，他下来的路是这里，然后走下的话就是去回去 village、嗯、切的话就是来到这里。那个是他们的车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们进不去，我们可以买个一点可以回来。有，刚刚你在买票的阿伯好像就不知道讲什么，就跟他买了四点，因为四点就可以坐东东了。哦，阿伯，你是说票亭吗？嗯，有个外国阿伯，好像在问他，哦、然后问一问，好像就说买两个四点的 senior 票，老人票。嗯、他年纪大的、啊，他也赚到了啊，他买四点的票。我要开了，哎、欸，我已经开了嘛。你开了？开了，好。帮你擦水，你也有，你也有，还不够的，啊，走吧，就滑下去就对了。正在滑。看到啊，我有看到后脚被勾到了，不是勾到，你就刚好冲到一个雪堆，嗯，啊，要进去啊，哦，好、啊。绊倒了、啊，我又绊倒了，又绊倒了。这里比较坡啊一点。再说一次，啊，你是要往下滑的吗？这次往下滑，往那个往右边滑的、啊。好，那我跟你。隧道，
到那边去耶。哦，走啊！我不是说我跟你吗？好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哦，刚那个是安全粉区。有要的每个缆车都坐一次吗？你说哪一个？左边那个。左边，我们想要的话还来得及。那就过去啊。那就坐。滑下去然后再坐这个再上来，每个都坐到就对，坐过门。然后那就只剩下最多多来一个要四点的，他不知道几点就卖5000块了，很划算。而且拱多来很快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真正中间滑又没有停，这又是红线很好滑的话，滑下去可能5分钟就下到了，然后就咻咻咻要去坐。现在就是不知道午餐是什么，下面好像叫绿叶饭店。你这样有觉得这里有很挤吗？没有啊，还好。无聊树林没人要去，不叫树林会被人家笑。哪里有树林？体验型哦，其实树很大很宽。这里也是可以的，我看线只有插棒棒，然后线不知道在哪里。有线有线，到那里为止，所以这里是可以滑的。这个棒棒是有线的，只要不超过那个就可以。来插镜头，你都不想吃。我觉得好像真的我的比较好一点点，我已经插完了，你的马上就融化成水了。我看到雪粘在上面，还不够凉啊？不够凉。好，那。今天下车的，不过那个有点危险的是的，我要把它放在哪里会比较好？把卡拔掉，收在我的卡盒里。在说什么？今天实施的是你不用拔GoPro，只拔卡就好了。你就丢在车上？对，这样才够的。但是这样就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帮它充电啊？应该是 OK 了。如果你今天收工的时候它的电量是50%以上，
或者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从吃完饭一样丢着。那这次就滑到拱多拉那边，然后走黑线，看看那里雪还剩多少。我只在想，这种外国人，你在哪一间旅行，哪一个旅行的订的？假当。对啊，假当会不会比较日本人用？有什么差？我是说，会不会假当的钱，比如说跟 hotel.com 的钱是不一样？hotel.com 的会不一样，但是假当、乐天什么都一样。然后，但是我也都有比较过啊 ，Hotel.com 或 Agoda 什么的，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你要从上面开始就来滑树林吗？都可以啊，这不是树林，对，滑，擦边树，没有啊，要线一下才可以，从这里开始。对啊对啊，肚子好饿哦，奇怪，好饿，他是。他不是摔倒，他是贯彻那个高贵之滑法，是吗？不知道，真好低哦。对啊，而且我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可以脱离的，是一种特别的学法。但是现在想想，那会不会其实只是古代学法？他就只把学日绑上去了，跟智慧德的一样。到了，有左转，那左转吧。差点滑过了，那继续往右切吧。他不是要去滑树吗？没有，左边的树，好，再来。不要那么过去啊，就这里而已啊。我们待会被逼逼呀？不会吧？去了，继续走吧，啊？那往右边去啊。
你为什么不是走到下面右转？为什么你要走到树这边来？进来又出去啊？啊？什么叫为什么？什么进来又出去？我听不懂。我是滑这一块啊。哦，我没有要滑这一块。你要跨到缆车那一头，我想说，没有啊，我好好就出来了。哦，好，走吧。有咖啡，它有挂旗帜，很小间欸，可能只是喝的嘛，然后连尿尿都没有。嗯，有饿了吗？没有，还没，那就是，一点点啦，有一点点饿。那就是坐上来尿尿，坐狗豆啦上来尿尿。嗯，要吧？哦，就是为了尿尿，因为我想尿尿了，你想吗？嗯。到底滑到哪去啊？不知道啊。继续往下滑吧。
这里有个牌子。哦，我们那就是有黑线的，那再往右一点。也是路吗？右边应该是绿。啊？我觉得右边应该是绿，左边应该是黑。都没写。那刚不就有牌子吗？太远了。刚刚的牌子不是写最右是绿吗？我没有看懂他的表达。最右是绿。哦。然后斜前是黑，左边是红。哦。所以我猜这条是黑。哦。走吧。快而已呢。嗯。就这样下到那就没了。哦。对啊，所以真的是这个是黑。嗨。好。你要先哦。没有，你先啊，我闪旁边。要擦一下镜头吗？好，我擦一擦。那么冷了，为什么那么湿？都过来过的。摸起来又觉得摸不到水。摸得到啊。我摸不到。你摸不到？我觉得摸了，我知道有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手看不觉得。直直走。我说的直直是说我们现在面向的方向，我看到有人切过去了。往左，我可以一路左右切切切切切就下去了。嗯，试试看吗？你不要骑到树里面去，不要去树里面呐！学也很多啊，你在讲什么？不长啊。擦干，擦干。好湿。太左边，不知道能不能去广东了。在左边。
边是我们第一个厕所。不是吧，下面才是吧。哦，是啊。那好多好多建筑物啊。下面那个扁扁才是吧。New Sa Senko 吗？ New Senko 吗？那个好像是 New Senko。 嗯，然后去狗狗来。如果在历史的话，你的路上比较轻。
啊，对，我白天有调过了，我是二十五号，也可以调。我今天有调过，对，是华超的设计，因为我上次也是做华超的，对，也是可以这样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对，那也是。然后你的，你的尾变得比较短，对，太短了。
右边出去下去，再搭一缆车上去嘛，对不对？跟着我就对。好。OK OK。是从山顶滑到地面，哇，真的很惨哎。